你看这边，我看上面，我不要让你捡到垃圾。哎，垃圾。我跟涵涵的目标就是进山，把山里的垃圾带回家。我说垃圾是湿纸巾。你说这是什么？万花筒。一人一两袋装满，刚刚好。淋雨好像有点大，快停！不要再下了，停了，不要再下。我是要走到这里啊，我要走那么远啊。